烦人了。前锋，我调完师，挖一下我调枪，哎，卡了我，加速了。那这都没打出去，光在附近啊，看见了，在板子后面。哎，他到哪了？有人看见了吗？我没有看见洞啊，尴尬了。被鸡翅磨起来了。八成这边要打洞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看这个脚印。拼了，起来了。还打了个洞，背对着来个不认，然后蹭一个隐身，
见他了。哎，不然那就踢点手吧，他要打洞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这个地方是真的烦，除了烦，话可说。又去打洞了吧？你打到洞？哎呀，这电机压得好。他没开门，他应该在这边蹲着了。哎，在开门。去三号站了。这边没动。我知道地窖在哪，他不知道。谁呀？这么膨胀？着急。
你这把带个传送我稳输，所有人都不好抓，没必要带传送。他会来救的。哟，哦。 怎么就打不出王斩呢？奇了怪了！到哪去？ 下好了，这碰瓷，这个就不怪我了。 等啥呢？你跳窗也跳不了，在这边等你。我还有闪现，有没有护臂？ 给我一个面子。
要求不高，再给一个黄斩就可以了。算了，切点手，再殴要殴出事喽，韩思东。 贼想跑。
哎，居然没修！哎呦，都没修，跑了！这限制也太松了吧！哇，你们一个个真的怂！开局是跑马拉松的，怎么都不修？发现是，强势不好抓。那早知道我带帐篷了。哎呦，尬住了！我这把真的是血吗亏，跑马拉松太亏了。这个人开局不修电机，就跟你跑。为什么用护臂啊？哦。全都逼出来。放他走位啊，不让他进那个小木屋，他就放不了分身。不然他要卡我位，卡我位我就没办法了。溜了溜了，溜了溜了，我就守人。名字一起来了。没有私欲的佣兵。
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时间拖得越久，我越有力。加分身了。飞，行了，他没飞。这边，哎，那你进行修啊，你慢慢修，你慢慢修，我把人全都挂了，我看你救不救。你慢慢修。他沉迷修电机无法自拔。我等一个，不然能拿我怎么办？你毫无办法呀。开局拍照。二楼有一个，正前方也有一个。这开局，前锋救啊，两个人都在修。干嘛？不懂。
啥意思啊？不救人也不需要连击。 捞了什么球吗？ 放弃了。 骗了球，又骗了儿子，哎，美滋滋，直接交吧，闪现不用拖了。 秒救，刷血条。 在这边修，给他投篮一下。
哎，良心末班车。